下来，梁宏达老师将派上的是第三组选手程野，还有我们的陈爽，上场的最高分。刚刚我们在后台，程野特别的有扮相，是那个造型简直。哎呦，咱们先保个密，一会儿上来以后，大家会就，哎呦，感觉这个期待一下，扮相就很好玩。来，掌声有请程野和陈爽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欢迎两位。心情呢，有酸有甜。我刚弄死他！这是呢，也是呢，观众跟几位评委评出来的。我们会再接再厉，争取把每个小品演好。掷地有声，声情并茂，在我耳边。进试管进不晋级这都无所谓，只要大家喜欢你作品就行。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这个本子啊，我演的就是一个是那个霸王餐，有给人钱，是小混混。戏谑是有的，但是呢，那组的选手也很强。其实大家谁想谁上春晚，我们都替你高兴。加油！能不能第一的这？上个厕所上来上，可不是啊，你这会儿上两回了。说谁呢？我的，喝两瓶酒就这样。喝点酒磨呀。哎，再整点儿吧。整不动。啊？整不动了。剩俩了，干了得了呗。不整了，今儿喝没少喝。那你完蛋吧你是？哎呀，那买单吧你。买呗。谁呀？你买吗？小龙，我跟你说心里话，我可没揣钱今天。你别闹，我也没揣。不是你这人，我发现怎么事？你请人吃饭完你不揣钱呐？行了行，有点废话，咱俩谁也没带钱，一会儿吃完饭咋办吧？咋吧咋办呢？就你跟龙哥出来，你怕啥呀？我上哪吃饭还花过钱吗？喝酒花钱，吃点烤串，我上他这吃的就给他面子，你知道不？哎呀，哎呦我天！老板叫出来，老板，老板出来，二位，喂，二位，对我们豁牙子烤串满意吗？吃怎么样？吃？哎，那什么？哎，老板，哎。咱得说给你这吃点饭啥的，喝两瓶啤酒，花钱呢。大哥，你说咱这小本生意，你说您差这两个钱吗？听过龙哥没？龙哥，我耳熟。那还花钱吗？你说，咱这都小本生意。都一串一串挣的钱，你说烤猪头来一个不？烤猪头，你说咱挣不多少钱？但是我这人一般情况下上哪儿吃饭，该给钱给钱，不但给钱，咱得多给，知道不？多给给钱，大伙儿多给，听我说啊，吃好了呢，咱就买单；没吃好，我再跟您再上点什么。那你先忙吧。好，有事你喊我啊。装啥呀？还拿个小刀搁那抠，没看人家拿的吗？比你大多少？我跟你说，你到哪以后就别老装了，知道不？这还带个链子，搁这装啥呀？哎，轻点，整掉色了呢。我平时我就一比划就好使，谁知道老板比我猛？我就告诉你，你这是遇到茬子了，知道不？那有招，你有招，你想，想就行。带电话没？带了咋的？电话给我。你没带啊？拿来得了，废话呢。吃饭不带钱不带电话，你这人我这……哎呀。密码。96144。这啥密码呢？这是。我用的挺顺的。饭。喂。我说小区保安吗？我们业主花钱雇你们白吃饭的，是不是啊？
咱小区是文明小区不？是环保小区不？我告诉你啊，现在来一烤羊肉串的，整的冒烟咕咚的，你们管不管？啊，行，哎哎哎，好，我知道了，嗯。哎呦我天哪，太狠了，大壮子！有我，哎呦我的，这阴招你都能使出来，厉害啊！这一会儿保安一来，小摊儿给他一收，那还给啥钱了？我还得罚他钱呢，我告诉你，这招狠呐！哎呀，狠啥呀？人家说了，现在忙任务呢。啥时候来不一定，那就是没好使呗，是吧？你这两下子还不如我呢，就滋儿吧瞧瞧能的。那你想想招不有的是，着啥急呀？我的天！哎呦我，你吓着我！来招了啊、哦！来招了。啥呀？呀，叫他。老板。哎，来来了。是怎么样？那什么，咱说话归说话哦，就是尽量就把武器啥的就往边上放一放，是吧？对，不用动刀动枪。我那啥也没带，我那得后边切土豆片上呢。来来来，老板你来啊、哦！来来，看见没？看见没？我就告诉你啊，我就把这玩意儿拿到防疫站。不仅我这顿饭我不花钱，还得罚你钱，知道不？罚完了，知道不？啊、嗯，看见没？这啥玩意儿？黢黑的。解决一下呗，瞅啥呀？怎么处理吧这事儿？今儿呢，我们烧烤店搞活动，烤一送一。这个忘放孜然了是吧？你要不爱吃，我就不给你上了。这是属于高蛋白的小虫虫。你要乐吃素，一会儿给你来点素的啊！我给你烤点素的，给你烤点素的。太生性了。那你给他干啥呀？谁寻思他能吃这玩意儿啊？我告诉你，这招最好使，完你还给他了。太生气了，咽下去，这啥玩意儿？哎我天，这咋整啊？整不好，咱俩今天得栽这儿。我你，那不怨你吗？栽不栽的呢？我这招挺好的。哎，龙，我现在有一个招啊，咱俩假装喝多，然后咱俩就干起来。这一打，噼里扑隆的，肯定影响他生意。老板一出来一看，是不是得把咱俩撵跑？你干不干？你这玩意儿干不干？干怎么的？这干干不干的？哎呀哎呀哎呀，是不是挺好看的？哎呀妈！挠谁？哎呀，挠你信不信？老妹儿，老妹儿，你猜他俩谁能赢？这咋是冰上芭蕾呀、啊？这是啊！快撵走啊！快点啊！影响你做生意。哎呀，这俩照着你说，你俩这玩的啥活啊？这是，你俩吧，该吃吃，该玩玩，该闹闹。你说你这是整啥呢？你说呀，这噼里啪啦的，你说，哎呀，你这。哎呀，你看猪啊，走，你看串儿，哎呀，拍一下我的串儿，哎呀，不行，你俩走吧。没事，这串儿不怎么埋的，撸吧撸吧，一样吃啊。太吓人了。完了，没好使啊。撒开也没好使。还带锁喉的你呀、啊，像虎似的，大嘴巴子给我咳的，这腿给我踢的，干啥呀？该是啊，啥破招啊？拉倒，听我的吧。你啥招？绝招，三十七计。啥玩意儿？第三十七计，
我就光听说有36计，也没听过37计。37计没听说过呀？马毛见过没？见过呀。人毛呢？没有。呀，我毛了！你要在那里搞我呀？哎呀妈！哎呀妈！大姐，大姐，大姐，用打96144不？他给我打了，我撵他去。哎，你等会儿，他打你受伤呢，我这管不了，你得上医院。哎，要打严重了呢，直接上96144是吧？你看看，你看，把单儿买一下。想观看成人影片的朋友，我请访问98fq.com， 请记住98fq.com。可不要，手机还你。多少钱？咱算一下。多少钱？你说。80。可以。你说找我钱。你说您这二位何苦的呢？大成子，怎么还在这口缝呢？啊！赶快走！啊！我这不就走呢吗？你看，走走走！哎，还有钱呢！我这顿饭吃的，挨顿打不说，还打20。找我钱！好，谢谢。哎，看了这个小品啊，大家是嘻嘻哈哈的，但是不知道我们四位评审有何看法呢？首先咱们得说这个助演苏小龙的表现非常精彩，非常好的。如果他这个角色如果不到位的话，整个小品的质量将会往下下一层。小龙的精彩表现呢，使这个戏无形间给程野的难度加大了。对，我们看程野接这个三番非常好，头一个是以横制横，你不横吗？我拿出个刀刮胡子。嗯。第二番呢，程野玩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我直接把这虫子吃了，这更狠。这两番都是出乎我们意料的一种反应。到第三番，我们想象他会可能更加激烈，可是他采用一种旁若无人的方式，你爱打不打，你死不死，哎，我把我的东西捡起来梳理。就是这三番的接法都是按照这情节拧着来的，出乎了我们很多人的意料，所以我说这个程野接的是非常扎实。程野表现非常棒啊，咱就不说了。两位那个一个小龙和陈爽，这次挺意外的。我觉得那个向亮那块突然说了，哎，别掉色。哎，这个我觉得，哎，一个小亮点，突然觉得感觉到你的身份了，他不是真的。啊，这个挺好。还有是你们俩那个，搏斗的时候，真的一巴掌过去，这也挺让我意外的。唯一一个就是小缺点，锁喉的时候一定要锁紧，你有点太怜香惜。来，让文柱大哥教你好吧？来，有请文柱大哥来，谢谢。好，小龙啊，锁喉呢，他如果有力呢，不只是用小臂锁，这样你锁不住的，你一定要用这个。嘎吱窝这儿，那不是用这儿，这肘，这是肘，这肘，然后你左手扣住这个，这是轻轻一下就够了，或者用你的身体带着它，就可以了。哎，轻轻点啊，小龙，来试一下，来，对，这样的，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拖走吧。小龙因为比较轻，程野那样就不好拖了。对，如果是陈爽这个体重锁住他的话，他也动不了的。啊。哎，兄弟，你是被吓死的吗？96144吗？96144有没有？好，掌声送给我们可爱的文卓大哥，谢谢。直接把程野给锁死了。哎，那香姐，看完这个作品以后，您作为观察员观察到了什么？我觉得那个现在当小品演员真的不容易，对吧？除了这个语言的功底要很好，然后表演天赋要很好之外，还得会几下子。是，在台上都给打起来了，还得会用嘎鸡窝，嘎鸡窝锁喉，这超难度。而且我觉得他们这两位那个一个是陈爽，一个是苏小龙，我觉得他们今天的表演非常的出色。那当然程野我就不用说了，我觉得其实我之前还在想，哎，是不是这个导演有点偏心啊？嗯，就是为什么每次他们出来的时候，那个就是本子，我们说剧本都那么的完美，是因为本子的完美，还是说你们在这个本子的原创的基础上又再一次二度创作呢？我就想特别想了解一下这个。这个
你撒手行吗？啊，行。我也不抢，我怕你跑啊。我跑不了。嗯，说实话，这个节目啊，我们是非常重视的，珍惜每一次上台的机会，带给大家欢声笑语，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因为我们是二人转演员，也是本山老师的学生。就刚才上场之前，这个项链是现凿的，提前2分钟现凿的，而且还有两个包，而且手机密码96144，刚才我上台之前像写。现想的，还有你的袜子，哎，还有这个袜子，刚才也是现塞的，哎，都是即兴现场的后边的。我说，哎，我说即兴想出来的东西，你们记着点。刚才我以为忘了，其实小品演员就是我仨老在一起排练，在之前排练都排练到2-3点钟。这小品其实很，就是最需要的就是默契。对对对，这个李湘，其实二人转演员在这个小品舞台上有一种惯性。就是像二人转舞台一样容易往大了演，所以他们好处在哪儿，就是根据本子吃得比较透，我要在人物里不往大了。好，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本山老师的意见。程野呢，在这些年来一直是无论二人转舞台上包括演每个人物都是超认真的一个人物，所以你们的表演呢就是带来不同的效果，有一分努力就有一分收获。其中我提一个建议，就是最后应该什么底呢？最后是你们，你也跑了，他也跑了，电话拉这儿了。程野拿起了这个电话，这是一个底。最后你来找电话来了，这回卖羊肉串反正把电话给你了，没事，你一定会拿钱的。他就会很温暖，就是他这作品马上就高级。因为我以为你们能够拿这个电话做底，你把电话拉这儿了，你人走了，那个电话苹果电话多少钱？你多着撸能够撸一个月羊肉串了。程野塑造角色确实是很厉害的，是很犀利，演什么像什么，对不对？而且特别的认真，没错，演得很好，但。